这个还是对的。有人了吗 ？Hello, good morning. 耶、yeah, ，有三个小猫。怎么讲？来，欢迎大家来，谢谢支持舍命啊！都舍命与你们分享，今天做什么鸡啊？什么南蛮鸡？什么南蛮鸡啊 ？OK， 它是一个日式的料理。日式的料理啊？ Okay, 啊，因为它这个鸡肉哦，炸了过后哦，是需要浸泡在那个醋。糖醋汁里面的，所以呢，我的你先，等下我爸买这个鸡蛋先啊。Okay, 为了等下我们比较快一点。等他处理下生熟蛋先，这么生熟蛋的喂？不是生熟蛋啊，熟蛋来的，只是我因为太紧张，我爸都不。你熟蛋还比我差嘞！不要这样，等下我要介绍我今天要做的东西。人家熟蛋啊，熟蛋来的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你弄得我太紧张了。你是哦，我看到你我信赖是吗？看到你我很紧张。谢谢，谢谢我让你紧张。OK， 来剥壳啊，要两粒。三粒蛋啊。啊，这个等下才要用的时候先放住先。不存人心的蛋，不存蛋心的蛋啊。啊。OK。来帮我们拉一下啊，谢谢你们啦、啊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这个南蛮鸡。南蛮鸡啊。它是一个日式，对，这个是我已经提早做好一份了的。所以，因为它炸了过后，没有跟大家介绍我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明。啊，雪明。OK， 所以这个鸡肉呢，它炸了过后呢，它是要浸泡在这个糖醋汁里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 FIA 来帮你完成这个炸鸡的动作，这样你就不用弄到厨房很油腻了。OK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好的，不过等下我们才来那个叫什么？做那个腌制过程啊？啊，不是。Okay, 我们先组装，等下我们才来组装。我们来组装先 ，OK 来。OK， 所以这个呢是。Selamat pagi, welcome。鸡腿肉切你自己喜欢的大概一个这样的 size 啦。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啦。OK， 我已经腌好了的，所以我是用盐跟黑胡椒粉跟那个酸泥。蒜泥、啊、酸 garlic 你拿去磨成泥，或者你切到很油很油啦，都可以啦。OK， 它的一个鸡腿肉啊， okay. 切成一小块啊，然后我们是放黑胡椒粉，放少许的盐，然后还有放 garlic 啊，就是蒜泥啊，你拿来磨成粉啊。这里大概是三百出克啦，大概是如果是大的鸡腿，就是大概是一只哦。啊、那大鸡腿你是属于一个鸡腿呢、啊？对对对，一个下装啊，一个鸡腿下装。啊对对对，所以我重复啊，它腌的是少许的黑胡椒粉，还有少许的盐，少许的那个蒜米，蒜米啊，泥磨成泥哈、啊。如果你没有那个压成泥的东西，你就切得很油很油去咯。要腌多久啊？这样子？至少也是一个小时这样吧。啊，腌制一个小时 啊。来打入一粒蛋啊。耶、yeah.。来，公鸡蛋。为什么不可以是母的？因为我们市面上都几乎是母鸡蛋嘛，我们今天用特别的公鸡蛋啊。真的吗？你骗人的噻！来帮我们分享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帮我们拉眼线啊，谢谢大家。有人在笑你呢？没有，没有人笑我。如果你这样尴尬，你的笑容，我 feel 到你的笑容很尴尬。有错吗？公鸡蛋。OK， 来就是简单的这样的腌料，就是三样啊，记得啊，黑胡椒粉，少许的盐。还有那个蒜泥啊，OK， 然后我们打入一粒蛋，搅拌一下 ，Yes， 呀、yeah, 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，来，当然你如果你没有 FIA 的话，你要用油炸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FIA 来炸啦，你可以选择用油炸啊。Okay. 所以我会加入tempura 粉，如果你没有 tempura 粉，你用面粉也是可以。面粉啊，普通面粉是吧？啊，普通中筋面粉也是可以， okay, 因为刚好我的家有这个 tempura 粉。一定要中筋面粉吗？面粉哦，因为它比较有那个粘性。OK， 所、so、以我们用这个是 tempura 粉啊，这个是炸那个日式料理的、啊、那个甜不辣 啊, 啊。
所以我们现在是三十克的甜不辣粉、嗯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粉的话，你就用中筋面粉啊 ，All Purpose Flour， 三十克啊、嗯。对对对。你用普通面粉也行啊。那就是给它做成那个炸粉啦、啊。来，甜不辣粉啊，我们这个是三十克啊。耶。来 ，Good morning， Welcome。然后就跟它稍微有裹到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做的烘焙啊是咸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每天可以听到米奇的声音，很好听，谢谢你的欣赏啊。来，笑，咳嗽还是笑？没有，我是很认同啊，我是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觉得心情太愉悦了，整个 Monday Blue 都没有去了的啊。有吗？哦，至少今天 Monday 了，我都忘记了。任何一天都给我感觉到是同一天了OK， 来就是来均匀啊。嗯 ，OK， 所、so, 以你有两个选择，一呢，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加入一点油，加一点油啊，加入一点油，因为我们要拿去 air fryer 炸嘛。来，甜不辣粉有什么不同啊？它比较香一点，它炸出来它就会有那个酥脆的那个皮在上面、啊。对对，面粉也是可以，因为我感觉这个是一般一般的，我 try 两个。用面粉、啊，哪个是面粉啊？面粉应该是比较这个比较硬一点的，啊、这一个呢它是比较好像蓬蓬这样子。OK， 就是、我可以给大家统一啊，甜不辣粉和普通面粉有什么分别？一个是日本人用的，好，一个比较便宜，一个比较贵。啊，对，一个便宜一个贵啦、啊嗯，这个是真的啦。嗯、来，因为刚好我在加油，每天都在直播，对啊，天天在直播啊。OK，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我们的这个方盘呢、啊，然后铺一张油纸。OK， 八寸的盘啊，不是铺这个好像不到八寸的、啊，不到八寸的、啊。我们总之我们的配件来的啦。啊，嗯 ，OK， 那我们铺上那个 baking paper 啊。嗯，然后呢，你就稍微的跟它 Hello 摊开。你们可以选择用来油炸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用 air fryer oven 啊。是的。因为我们会我们用空气炸、啊、炸烤箱啊，我们会分享一些，就是让你的家里的厨房会 remain 比较干净、健康，然后你也不用就是每次煮完一样东西过后要用。所以我有用这个 ice cream， 对，你们可以涂上一层油啊，啊喷一层。这个是 UI 的，它是很喷的方式的。这个哪里买呢？烘焙店有卖啊。那个grocery 也是有，是要用的。OK， 这个是 UI 的。OK。所、so, 以我们就直接呢放去中层，来中个啊。所、so, 以你用我们的这个配件呢，你就要搭配这一个这样子咯，因为它这样子它才可以放得下去嘛。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配件呢，你会发现这里下面有两个这个导热管，你不好直接这样子放在上面啊，这样子会损坏你的这个配件的、啊。对，这个导热管不可以对对对碰到它的、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搭配一个我们的这些配件来一起用。就算底部你是要放这块东西啊，这个。对对对。So 啊、我们就放在中层，然后呢直接转来这个 French fries 的 mode 这边，因为它是用220度嘛。所以我们先烤一个十分钟先。啊，十分钟就可以还要再翻了吗？对对，要翻一下。来，我们首先先烤一个十分钟，220度先啊。啊，所、so, 以 at the 我们要烤两次啊。啊。第一次是十分钟，220度 ，OK， 中层啊，然后还有反身啊，反身也是烤十分钟噻、啊。啊。你烤了十分钟过后，我们取出来要反身再烤第二次十分钟啊。所以你在家你就可以不用理它了咯，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东西。啊、去看戏啊。所、啊、以、so, 这个呢，哎呀，我要先调那个字先哦。OK， 教调字。OK， 所以我准备一个碗先。Hello， 你们好啊、哦，谢谢支持啊，与分享啊 ，Thank you 啊。来，油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调配加在一起吗？可以啊，你在调那个面糊的时候加一点油下去，它就炸到会也是会比较好看的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啊，都行都行。来 ，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。OK， 所、so, 以我们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我有准备这一个。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糖醋汁呢，你炸好了过后呢，就是你炸到金黄色啦。我们刚才我是炸大概25分钟，就是10分钟了过后，我翻面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再炸了过后呢，然后最后的五分钟我再跟它翻回来，这样它的颜色就会更加的均匀。嗯、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啦，你就可能12分钟、13分钟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翻一次就可以了咯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颜色更加漂亮的话呢，就是
比较金黄啊，看到吗？就是你整个都会比较整个比较金黄色的话啦、啊、你就可能要需要翻两次啦，翻两次啊。OK， so 啊、这个糖醋汁呢，除了腌这个鸡肉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腌一些黄瓜或者萝卜。Yes， 想不到它叫什么名。Yeah. OK， 萝卜。OK， 所以这个糖醋汁是怎样用呢？首先我们就需要用到酱油，来日式酱油的。啊，你用普通酱油可以吗？也可以啊。OK， 但是我们做日式东西喜欢用日式。建议你用日式酱油啊，如果没有用普通也可以啊，味道一定会差一点啊。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啊，哈马达亚。没有啦，你用什么牌子都可以。啊，什么牌子的酱油都可以啦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个白米醋呢。它的比例，对对对，一个米白米醋。所、so, 以它的比例哦是一比三比一，然后比四 ，OK， 一三一四。啊，一三一四，我爱你啊！啊，一三一四啊，就是 OK， 所以就是看你的碗，三汤匙、啊、一汤匙、四汤匙水 ，OK。OK， 就是比例是一三一四啦。所、so, 以我这一边哦，其实我已经调了有三个分量了。啊、oh, okay. ，就是我进这个鸡肉跟这个蔬菜，这里是三个分量，就是这个三个，嗯、这个三三九，然后这个三汤匙，然后这个是十二汤匙咯。总之就是一三一四的比例啦。Okay. OK， 你就是看你怎样调咯。OK， 一三一四的比例啊，超容易记啊。嗯、啊。所、okay. 以、so, 我们这个要做多少份？做一份就好了、啊、因为等下我这边你还已经这个是要腌鸡肉的是吗？对，等下我要腌一个鸡肉，所以我拿一个汤匙的糖，拿一汤匙的白糖、啊、如果你有细砂糖会更好啦，因为我没有细砂糖啊，我这是粗糖来的，不过等下它的鸡肉有温度啊，它也是会融化溶解耶、yeah、这样我不是放热水不好哦，嗯，也是可以用热水、嗯、突然想起来了，来酱青一个汤匙来耶、yeah、酱青一个汤匙，白米醋三个汤匙，耶、yeah, ，太厉害了！白米醋三个汤匙啊，三个汤匙的白米醋，然后清水四个汤匙啊， yes. 你可以放热水，我建议放热水，四个汤匙它的糖就会溶解啊。来四个汤匙的水啊，这是超方便的啦，一汤匙的酱青，三汤匙的那个白米醋，嗯、然后一汤匙的。糖，四汤匙的清水。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酱汁啦。你就好像你要腌那个洋葱啊，什么，就是你就是可以腌了，我可以搭配一些肉啊，这样子来吃的那一种啊。OK， 就可以调这个，它就是酸酸啊、又不会太酸酸甜这样子的味道的啦。就是说你可以做那种类似那种啊、凉拌啊这样子啊、嗯嗯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所、yeah, 以、so, 这个就是啊。So, 过后呢，我们还会准备这个柠檬塔塔 sauce。柠檬塔塔 sauce 啊 ？OK， 就是搭配这个鸡肉一起吃的。OK， 它这个会 mix with 那个鸡肉了，这个。对。哦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个就是等下配在一起吃哦，它是、啊、全部都是配在一起啊，这样子啦。啊 ，OK。所以你可以选择搭配白饭哦，但日本人都是吃白饭的嘛。OK， 我明白的意思啊，你的看你的分量多大啊，你要腌什么啊对对对，你就可以做多一点。啊、是的。啊、OK，So、okay?。我们今天呢是会搭配这个 taco 一起吃 啊, 啊 ，OK， 如果你要配饭也是可以，如果你不想要吃饭，你也是可以去外面买面的那种 taco 饼啊，类似这样子的，还有一个买面的，它的那种、啊，你去那种卖面包的地方，它就那个卖放面包的地方就有，啊、这种 taco 饼啊很贵的嘞，没有啦，不要每天讲我买的东西很贵的，二十来块要吗？没有啦，几块钱没有啦，多少钱、啊？应该是十多块，应该不到十块。应该不到十块，这样的饼不到十块，有点便宜啊。这样也是啦，那个一叔叔的那个零食都要几十块了吧？是啊。Okay? 来，我们教大家做这个啊。对，我们现在要调这个酱。我们要那个全熟的蛋啊，三粒，对，三粒全熟的蛋啊。OK， so 三粒鸡蛋，然后我这里呢是四分之一粒的大葱，黄色皮的。四分之一洋葱啊。Yes。洋葱四分之一粒啦，嗯，然后切碎哦，切碎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腌的黄瓜，黄瓜这样子的，就是买的那种，对对，罐头的，哎，不是，鬼佬喜欢吃的，对对对，这种这样子的啊，如果我没有呢，如果我没有，我可以不要放这个吗？你可以不要放啊，没有你就全部放洋葱哦，啊、
这样就不用，你就放一半的盐，因为这个是好像有一点酸甜这样子的，酸甜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腌黄瓜。黄瓜，腌黄瓜，古老人喜欢吃的。对对对，这种。OK， 这是哪一条噻？这里两条。两条啊。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，你就放洋葱多一点哦。啊、对、啊，两条也是切碎咯，然后我们就全部跟它放进来。哎，很特别嘞，因为这个这倒是鬼佬的啦，打有打过就是鬼佬了、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fusion。fusion 啊。嗯、啊。来，三粒蛋。OK， 然后呢？受腌制的黄瓜两条，然后我们的洋葱啊，四分之一粒。OK， 所以这边是柠檬汁啊，柠檬汁一个。一个 tablespoon， one teaspoon 啊， table table， 来一个汤匙的柠檬汁啊，嗯，一个汤匙的柠檬汁啊，嗯，哇，这个我就开胃了，然后这个是 yogurt， 哎呦，很多东西嘞，没有啦， yogurt 是给送的是吧？啊， plain 的，两个酸奶，啊，两个 tablespoon， 来酸奶没有糖的是吧？没有糖 ，OK yogurt 啊，它是两个汤匙的，没有糖的。如果有糖的可以吗？好像我买的可以、啊、也是可以是吧？也是可以的、啊。没有，就是你的酸甜度吧嘛。啊，所以我们酸奶两个汤匙啊。这个是 asli 的 original， 买 original 的就可以了啦。通常 original 是没有糖的。美女早上好，非常好吃啊！对，美女很好吃。来，然后 mayonnaise 两个 tablespoon。来 mayonnaise 两个汤匙啊，这样子做一定好吃啊！这个真的是。啊、要很多工的妈妈才会做的。没有，这个其实很容易，你家里就是随手可以有的材料来的嘞。这个随手有。我在家肯定有这个的嘞。啊、哦、，OK。因为我吃什么炸的东西我都要点。来两汤匙的美乃滋啊 ，mayonnaise 两汤匙啊。OK， 那你可以刨一些那个柠檬皮下去。来刨皮。但是该这个已经给我弄到不像样了。刨那个拍那个皮啊。撒一点皮就很好吃了，它特别香，肯定啊，特别香。哇，你一泡啊，味道就出来了，是啊，戴口罩都闻到。嗯，哦，很清香的感觉。嗯，你就酌量的刨一点啊，就可以了。太粗鲁了，我们。这大家都公认了。来，我们要念，要压压压压。等一下，还没有，还有盐跟胡椒粉，还有盐跟胡椒粉，这包东西不好吃，我切，肯定好吃啊，那个，啊，这肯定好吃啊。OK， 胡椒粉，黑胡椒粉，来，黑胡椒粉来。OK， 你自己喜欢黑胡椒粉味，你就可以放多一点。对对对，早上好。我是很喜欢黑胡椒粉的，所以我放多一点。这个多虽然多工啊，肯定好吃。对对对，这个你好像做白底就很适合。八弟啊，不然你可以提早先做，前一晚你做了，然后放冰橱。你放冰橱，然后第二天你的小孩子就很快可以吃。你可以弄给你儿子吃啊。是啊。我去 family 打包就好，family 嘛。一点盐。Pinch of salt， 少许的盐就好了。嗯。少许的盐。OK， 然后就搅均匀就可以了。用叉，你知道为什么用叉吗？因为你可以压那个鸡蛋。压鸡蛋啊。哎，我要十分钟好了，来，等我翻一翻先。来，我们翻身啊。我们让我们的肌肉反身一下、啊，反身一下。OK， 它十分钟过后呢，它的颜色还是浅浅的。那还是泡泡哦，这样奇怪、哦。对对，因为有油嘛。哦，油的关系啦。来，我们要让它反身啊。对，我们就跟它一搞一搞的反身咯、哦。耶、yeah ！超多工的，你这个你讲巴蒂要做，我第直接放弃了。你去巴蒂都是吃饱吗？你有什么做的？我在 KFC 那边打包鸡冻回来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们这个是安心鸡，你怎么讲？有没有比较方便的？有，减肥飙车。这样也是啊，蛮多工啊，但是肯定好吃啊。这样做一定是好吃的、啊这个。我刚已经吃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来欢迎欢迎来。欢迎光临。要涂上一层油吗？这里不用哦。你可以喷一喷。喷一点油啊，来 spray。但是我这个好像要没有了。不用紧啦，鸡本身都有油啦，鸡肉。没有，我的皮我去掉了。如果你喜欢吃皮的，你就留住咯。怎么那个皮怎去掉呢？我刚才切的时候、哦、我已经切掉那皮了。哦、皮了要健康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鸡皮、啊。有、okay. 鸡皮还好吃吗？你变态啊！有人吃炸鸡不吃鸡皮了。来反身啊，再来烤220度啊！刚才我们第一次啊是220度十分钟、嗯，然后烤完了，然后再反身。嗯。好、啊，
如果你跟神秘一样不吃鸡皮，可以去鸡皮啊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啊，就好像是吃炸鸡就要吃鸡皮啦，我不能理解这类人啊。你不懂了啦，你就不懂啊，吃炸鸡不吃皮。没有，你去看镜子你就知道了。要这样耶，伤心啊。所以你赢不到那个一万块咯。那个一万块讲到啊，那个拿不到啊。是耶，你完成了也拿不到啊。为什么？伤出很多次了，我们这一类人呢，我们太了解了。来，所以我们来碾到啊，均匀啊，碎碎啊。你可以弄碎一点。然后还要需要，好像给他 rest 什么之类的吗？不用是吧？没有啦 ，rest 我也不是做面包，你要 rest 我。我不会处理，我问一下。我要让我的胃 rest 一下。OK 啦，不需要啊，直接烤好了我就可以拿一次了啦。Yeah, 搅拌好了就拿一次啊。我觉得你只是单单摘做这个就好吃哦。是啊。好、哦，这个很好吃。我是放鸡蛋这里来咬来吃，这个好吃哦嘞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组装了。OK 。你可以这样当当啊，这样子挖来吃啊，也是好吃的。表弟到三月啊，没有直播，美女也是没有直播吗？啊？应该有。做没有直播？啊有啊，表弟休息一下直播啦，他没有讲没有直播啦。So much ingredient cannot remember letter 啊，它会写出来。Letter I will write, nobody. OK. Yes. So 现在我们就来，你可以准备一点这个包菜，包菜丝啊，包菜丝，还有萝卜丝、啊。OK， 你切到又我们洗过了啦，洗了的，洗了的。我不要放心，我的东西肯定有洗的，你不用怕。好多材料啊，是真的，真的很多材料啊，这个肯定丰富啊。这个我挺营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淀粉不够多啊。你可以配饭啊，蔬菜也是属于淀粉类的，是咩？是咩？蔬菜是淀粉啊，真的咩？吃多菜，没有看到你吃菜，爱吃菜的都胖啊。你是讲牛是吗？Not healthy to eat the skin 啊 ，long term 啊 ，will block 啊什么那个心血管啊？是的，你看，叫么阿德勒阿德利啊，滋阴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腌的那个鸡肉块啊，就是。你炸好了鸡肉块，你我应该要有那个，等下我们去吃啊，不是有那个东西可以笼着这个的，我应该要有那个东西。哦，就是一个铁片这样啊。是啊是啊，我没有那个。那你用这只也是然后我们就放。你先做好这个，给它垫底，先躺在地上啊。啊，然后再一个呢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，就是这个是看你的审美啦。哎呦，直接，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叫我了。OK。这个肯定丰富啊。可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你哎，你没有放这个啦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搬那摆盘哦，摆盘了，没有，你先这个垫底先，它会掉下来，掉给它掉了，要自然掉啊。OK， 这样子就是简单的啦，因为它很洁癖啊，一定要洗过啊，对啊，它本身都给我感觉到洁癖了，太夸张了。OK， 就放我们的肉啊 ，If Mickey if。You are disciplined, you will be the 1,000 richer. Thank you. 啊，我要自立了。等下我选择不吃，喝黑咖啡就好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。这个可以做多少分量啊？我应该蛮多的哦。可以可以。这个可以绝对可以做八地啊。你可以，我买的这个是大个的 taco， 你可以买小个的。其实讲真的，好像你们朋友有那种破烂啊。考虑这样子做，如果你们做破烂啊，你这样子做，哇！我跟你讲，你是全场最引人注目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大家都是炒米粉啊、炒饭之类的，让你做这个，哇，这样好吃！OK， 我们就放一点这个在旁边。啊。我想到了，可以加那个淀粉的。你去拿那个马铃薯，哦，拿去蒸一下，放在那边。哇，刚刚好。Okay. 有点像 KFC 哦。加插那个马铃薯。怎么这样子？啊，有肚子饿吗？你们吃了没有 ？OK。谢谢分享哦。So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这个，好像插了什么东西这样啊？什么？不够满足的感觉哦，我懂。耶，你看，谢谢你啊，什么的？什么？要放一个 decoration。decoration 啊，下去就完美啊。哎，放那个 rocket 好吃。
没有 rocket。今天的很丰富啊。Where do you buy the taco？ Shopping mall 啊。Shopping mall， shopping mall。Shopping mall 有卖了，这种找最便宜的啦。我这个是比较大个一点的。啊，它是大个一点的。你可以买小个一点。啊 ，Mickey， 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这有多好吃了。那、啊、是不是升华的感觉？有点哇塞，天珠的感觉。你看了这样，还要排到中间了、啊。是啦、是这样啦。OK， 我是讲这里好像有点空啊。好、哦，这样我们放一点烧烧。啊啊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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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就好像就比较有那个 KFC 的感觉啊。马铃薯泥，对，好像马铃薯，我叫你不要贴在一起啊，贴在一起。我们是比较那个那个什么，一定要整齐的那个那个做法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你分享的一道南蛮鸡，然后加你可以浸泡在这个糖醋汁，然后再配上这个 lemon tartar sauce。OK， 他做这个野蛮鸡啊， so, 野蛮鸡。哎，南蛮鸡，南蛮鸡啊，是日本的一个名称来的，黑色一个名称。OK。So, okay. 希望大家会喜欢、okay. 然后、也喜欢我们如何利用 air fryer 来、轻松的烹煮对 OK So,、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、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吗没有拜四哦拜四拜四我们、okay. 一样啊十一点半啊、请 follow 我们这个 page 啊这个是VDI official 啊、跟表弟好主义不一样啊分开的好所以、我们十一点半啊星期四啊，我们再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